提拔的当家上海一把带欢迎重庆出生于浙江帅丰年级冠名播这个提拔当家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丰提成早就是这么健康很提拔当家就是我们开心大家好我是阿兹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这样进在老阿兹现在国家进入观点视力运动好简单锻炼身体不带烂身体的双发户外游美色美景搁那里游家中豪宅断上照动动手的一起好节目一开始又到了锻炼的时间啊，好多观众给我们玩各个腿部跟臀部的锻炼方法非常好今天就讲了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继续来强发呀好吧还是三个动作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照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学了如何锻炼下肢以及这个臀部的力量。那今天呢，郭教练要教我们新的三个动作，这三个动作也是锻炼下肢的。对的，主要针对我们下肢和大腿后侧、臀部的一个力量训练。这三个动作难吗？不是很难，在家里都可以做。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动作样子。首先，请主持人把双腿往前迈一步，打开。对的，好，打开。这时候我们的要点就是身体打直，核心收紧。好。现在把后腿的膝关节往下屈，对，身体往上蹲，对 ，OK， 好，然后起来，啊，蹲到离地面大概5公分左右，好，再来，身体目视前方，啊，身体打直，对，往下，往慢一点，咱们一侧做个5到6次 ，OK， 好，起，可以换一边。这个时候还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脚尖哈，尽量朝正前方来。好，正前方脚尖，对，好，三，再来，慢一点，四，做一个 ，OK， 好。首先，咱们单腿的一个硬拉是一只脚抬起，来，右脚抬起来，对，好，这时候把手放前面，好，身体慢慢往前，俯身，好，屈膝，等一下，
慢一点慢一点啊，好起来，这个时候啊，你考验我们的下肢一个稳定性，好慢一点，对，脚慢慢往后收啊，对，慢慢往后收，放下来还是继续？对，可以放下来啊，然后接着来，屈膝，对，起，啊，就是做的有点吃力哈，再来慢一点，好起，来屈膝，再来一次。OK， 好，放下来，放一次。啊，坐的时候呢，咱们也是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的膝盖啊，这条腿的膝盖不用屈太多啊，身体往下俯身。OK， 对，手往下，好起，好，再来站直，好，继续，慢一点。对，脚底用力抓地，好，再来一次。OK， 好，还不错。好，接下来的动作叫做张嘴四方点地，首先是张嘴支撑，来，有请主持人，张嘴支撑，对，拿力，双手掐腰 ，OK， 好，这个时候把腿右腿伸直，好，去往前点地的同时，我们的脚屈膝，对，脚尖点地，好，好，回复，好，再往后，对，好，回，好，再往同侧右边，对，慢一点，脚尖点地 ，OK， 往对侧。这个时候就也是要考虑我们的一个稳定性，好，放腿，来，往前点地屈膝，往后，或者是身体给你俯身一点，很好，好，然后往同侧，对，好，对侧慢一点 ，OK。有些运动的意味搞得全身都好舒服，真的是广告运动也是有老几个。好，接下来我们先给起广告词，我们到外面去转一转，天多精彩，马上回来。生润山茶油全国成超代理商17708475380。买正宗文山三七哪里更放心？快选江西二套都市严选，严选外形饱满坚实，表面光滑无裂纹的优质足干春三七，云南文山原产地直供，正品保证，价一赔十。买正宗文山三七哪里更实惠？就来南昌井冈山大道飓风大厦一楼都市严选，上饶市一中站台对面，宜春、新余、吉安、赣州等实地市都市严选。云南文山产地直供，外形饱满坚实，表面光滑，省去中间加价环节，从原产地直接到各都市严选。买正宗好三七就来都市严选，原产地直供，品质好，价格低，优级三七低至每斤99元起，
选择正宗，吃得放心，认准江西二套都市严选，不会错。免费指导用法，跟踪提供咨询，让你吃得更放心，身体更健康。君瑶六种坚果，六六六，六种坚果，营养六，液体坚果吸收六，每日一瓶，心情六，生活智取更吸收。六种坚果，一瓶就够六啦。君瑶六种坚果，省钱省钱，华佑装饰比您自己装修更省钱，一站式顶大全包装修，包基材、主材、家具、家电，华佑装饰比您自己装修更省钱。这里是江西二套，你的都市频道。拨开迷雾，直击真相。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国产大飞机。多具演示，真诚推荐。推波助澜，实力带货。下单，买买买。江西二套全媒体直播平台，主播记者随时响应，大屏小屏及时互动。不断的给大家送出惊喜。最快、最新、最潮，随时随地看见江西。二直播，天天播，二直播，一直播。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风形成效就是更健康。广告之后欢迎提到一次告帅风领级官庙播这个题跑广告台上往下字。阳春二三月，潮与水同色。那个南中国是一个天气啊，真的想着美女改革，你心里都涌啊。尤其不是就三三年的哇，走一走啊，都觉得对不起老店家。所以想大家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准备好了，马上出发。终于等来了可以自由出入的时刻，趁着春暖花开，趁着天气不错，我们出来溜达吧。出游总是向往远方，好像还没有充分准备。可是放飞的心情早已迫不及待，不如就近看看逛逛吧。毕竟那一缕缕春色撩人，撩得心花怒放，能去哪呢？我们现在到的地方有花有草有绿色，有湖有亭有美景，这里就是八大山峦的梅湖景区了。八大山人梅湖风景区位于江西省南昌市青云浦区昌南大道南面，与滕王阁同时划定为南昌历史名胜风貌区。景区规划面积约3200亩，建筑面积约48.5万平方米。整个景区有水墨丹青区、文化博览区、水乡风情区、岁寒三友区、农耕休闲区、梅村思贤区和综合渔苑区七大景区组成。这湖水非常清澈，湖面像镜子一样清晰地映出了蓝天，树枝上有了新芽，美呀，眼睛都变得贪婪了，让人仿佛置身在画卷中。路边全是绿色，还有开满的黄色和蓝色的花。这里还有石凳，走累了还可以坐下来休息片刻，这风景确实能让人静下心来。在南昌，春色不仅仅只出现在白天，夜幕下的红城也是璀璨斑斓的。我们现在走的就是朝阳大桥，这是去看看夜幕下的红舞滩。这里看过去，对岸就是老城区，这里有一艘花船，这里就是赣江市民公园。听说是2006年1月1号开园的，看到这个标志性建筑了吧？还有这一群展翅高飞的鸟。对了，我们来到的是秋水广场，这旁边有一组璀璨的灯光秀，来，我们过去看看。
感受完五彩的灯光音乐，如果你还有闲情逸致，可以一家人骑上脚踏车快乐兜上一圈，也可以漫步在赣江边上欣赏这春天里的夜景。看着夜幕下的南昌，只想说一句，你好南昌，你很美。好，我们到了搿多地方，大家觉得哪只地方比较好玩呢？如果能心目中也有好玩的地方，记得一定要告诉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有快乐一起来分享。好，休息我们进入广告，广告是要更多精彩内容，不要走开，马上关门。窍门秘密来自帅风集成灶，油烟一触强吸，噪音一瞬即静，美味一蒸就好，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风集成灶就这么健康。深润山茶油全国成超代理商17708475380。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聚集，不恐慌，小行为守护大健康。寒冷天气，咳痰喘鼻有肺吗？喘咳、气短、干咳、痰黏，你需要注意补肺。一杯水，一粒补肺丸，补肺治疗咳痰喘，养无极牌补肺丸。令我怦然心动，怦然心动，长康纯酿红烧酱油，家常菜用绿菜，长康绿菜压榨菜籽油，长康康农基金，鲜味浓浓浓。这里是江西二套，你的都市频道。拨开迷雾，直击真相。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国产大飞机。多具演示，真诚推荐。你们吃的就是什么样的味道？推波助澜，实力带货。江西二套全媒体直播平台，主播记者随时响应，大屏小屏及时互动，不断的给大家送出惊喜，最快最新最潮，随时随地看见江西。二直播天天播，二直播一直播。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风集成灶就是这么健康。广告事业尽在继续，国立体育再讲帅风连接冠名播这个题不当家，名字二十二句，豪宅断上灶，今天要弄些只海鲜，我家实在呢买起来也简单。哎，最关键是弄出来呀，大家都会喜欢，因为这富含高蛋白，几乎没有脂肪。好，我们扎西东西。观众大家好，那今天我们的美味家常菜又来到了我们位于蛤蟆街的开胃馆，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刘掌柜刘大厨。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做的这道菜呢，名字就觉得很有意思，叫虾兵蟹将。一听到这道菜，大家就知道这里面肯定是有虾有蟹，那至于是什么虾什么蟹，我们先来看看原材料到底是哪些呢。虾兵蟹将需要的原材料有姜片、葱段、大蒜籽、黄豆芽、基围虾、梭子蟹。一说到这个梭子蟹哈，真的是很嫩，现在这个季节吃也真的很好吃。对对对。那这个虾就是基围虾了。对。嗯，今天我们做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因为我们今天是把虾跟蟹放在一起做，我们就是放了加入一些这个川菜的一个元素，有一些酱料的，是不是？对对对。好，那第一步要怎么做？第一步我们把这个花蟹呢，就是用油爆一下。你这个基围虾是已经焯了水吗？对。如果在家里做不焯水行不行？也可以，也可以直接炒。对，这样子是垫底。对，垫底，然后有个吸点味道。你要尝一下味。对，稍微码一点点味就可以了。鸡精盐入底味之后，下入一点水，炒至半熟，出锅备用。再起油锅，爆香姜片、葱段、大蒜籽。喜欢吃辣的来一点小米椒，然后下入一个非常重要的酱料，这是豆瓣酱和那个火锅料熬在一起的酱料，熬在一起了。 对， 对，这个特色就是不一样，跟别人。对，然后下了梭子蟹了。
梭子蟹下锅之后充分翻炒，下入料酒炒香。再来是米酒，增香的同时还能加入一点淡淡的甜味。最关键的陈醋千万别忘了，一定要加入一点。随后加入清水烧煮，来一点老抽、蚝油、生抽，下锅炒匀。调味再来一点盐、鸡精、白胡椒、十三香，下锅炒匀。汤汁沸腾之后，基围虾就可以下锅了。待汤汁收浓，基围虾烧煮入味，这道虾兵蟹将就可以上桌了。蟹酱这样就做好了。我们看见哈，其实这个基围虾还是要处理一下，打了一个花刀，对对对，背后开背啊，就便于入味嘛。嗯，那你像螃蟹，它其实就是我们在家里的话剁的话，是不是也随便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啊？随便剁，不要剁太碎了就可以了。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关键吗？啊，就是做这个海鲜之类的，大家就要记得，可能大家在家里都习惯性的用水煮一下，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一煮的话把它的鲜味就煮掉了啊。尤其是螃蟹，对对对。有些这个虾里面的一些什么那个虾黄啊，还有这个蟹里面的一些这种蟹黄啊，对对对，一到这个汤里面是很鲜的，对，很鲜也很稠。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大厨，他今天教大家的虾兵蟹将，大家都到位了吧？有一网还有一下，一个味道是顶呱呱。哎，我说在年轻人，特别是西鬼，很多个在这就会高兴啊。好嘞，老人家也鬼一样，因为某些的脂肪，加上就某些的负担。如果屋里真的有西鬼跟老人家，就手放点是来劲，能搞得嘞。好，过好家可以再来，今天送到哪个双一双的？好，大家好，我姓江，叫江金宝，我住在邱家掌社区。我希望地保当家，注意到。煮一道菜送给我老伴吃，表示我的心意，多年的心意。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美食安心地，我是琪琪。咱们今天要送的这道菜呢非常的好吃啊，是虾兵蟹将。哎，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南山人非常喜欢的口味，里面又有螃蟹，然后还有虾。那咱们今天这道菜呢是江叔叔要送给他的爱人的，他们就住在前面，我们去找他们啦，走啦。好，我们到了光荣之家。你好，来，哎，阿姨也在。好，我们进来。我们现在来到了江叔叔家。阿姨贵姓啊？姓徐。徐阿姨，双人徐。江叔今天特别好哎，要给你送菜吃。然后我们今天也选了这道非常好的虾兵蟹将，我们一起来跟叔叔一起尝一下好不好？来，叔叔阿姨，趁热吃。闻着好香哈、哦。嗯，这个虾味是可以的、啊。很好吃，很香。这个平跟家里面平时做的味道有什么不一样吗？香吧，嗯，那比家里味道浓多了，浓郁多了，是不是？平时家里面谁做饭？嗯，叔叔做饭。叔叔做这个螃蟹或者是做这个虾怎么做？做的比较少。嗯，做的比较少。比较少。我觉得一般家里面如果做这种基围虾的话，一般都是清蒸。对，最简单，对对对，最方便， 对， 对不对？但其实这个口味，反正我个人挺喜欢的，很好吃，很好吃，锅难上手。好，那我们来问一下江叔叔，今天为什么会想到给我们徐阿姨送到菜吃呢？因为她平时操持家务比较辛苦，知道吧？她做个菜，做一个这个菜给她吃。家里面大小事务都是阿姨做吗？啊，对，基本上她做。结婚多少年了都？结婚45年了，40多年了，40多年到现在，阿姨看得出来是一位非常非常贤惠的阿姨哈。两口子结婚40多年，徐女士一手承包了家里的所有家务，日子虽然过得平平淡淡，可是不是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好吗？平平淡淡才是真嘛。叔叔，那有没有什么印象很深的事情？有没有？平时比如讲来晚了咯，饭凉了以后，那就更热一热了。菜凉了以后炒一炒，再重新搞过一下了。其实这些都是生活上非常细小的事情，总体来说生活一定是平淡的，对不 对， 对， 对，但是反而我觉得是这些很小的事情组成了我们的生活，也让有也记在了我们的心里，对不对？ 是这样的，对、嗯，细微深处见深情了，就这么回事了。对，细微深处记深情。对对对。阿姨听见这个话，有没有觉得内心很温暖？很高兴，很高兴。平时他会惹您生气吗？
婆婆还好，也不会吵架。你们也不吵架？一般从来不吵架。怎么人家都说这个牙齿都会有碰见舌头的时候啊？这个很少，都互相谅解了，互相体谅了，就那么回事了。那你们觉得这个生活这么多年哈，有没有什么最宝贵的生活经验？有没有？那个宝贵经验，那你们就佛为贵了。大事随大事小事，就这样互相迁就了。以和为贵。对，以和为贵，互相迁就。幸福本来就很简单，粗茶淡饭，苦乐平淡亦相随。尽管人生路漫漫，但彼此执手前行，陪伴便是最好的爱。幸福的家庭就应该是广播样子，一个任劳任怨的老婆，一个懂得感恩的老公，希望两位长长久久，幸福到老。一盘只能在夜宵吃到的花甲炒粉，马上教会你，这样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大蒜子小米椒切丁，红辣椒绿辣椒切断，花甲下锅煮开壳，沥水后冲凉备用，起油锅，蒜丁米椒丁下油锅爆香，放点生抽蚝油水，然后花甲下锅，稍入味后加点老抽，再勾芡一下起锅备用，再起油锅，辣椒段、蒜丁、洋葱丁下油锅爆香，粉丝下锅，加点老抽，炒匀后加点生抽和鸡精，最后把花甲倒入锅中，这盘夜宵才能吃到的花甲炒粉就可以上桌了。老爸，又做好菜啦，我可以尝一下吧？不信，我来。要知道贵以专，今天带大家认识一粒有内涵的小药丸——舒筋健腰丸。舒筋健腰丸传承400年陈李济治疗腰椎骨科痛症的精髓，专药专治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陈李济400年专业生产，腰椎骨科痛症专用药。要知道贵专专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把好做到更好。舒筋健腰丸传承400年陈李济治疗腰椎骨科痛症的精髓，专药专治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陈李济400年专业生产，腰椎骨科痛症专用药。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聚集，不恐慌，小行为守护大健康。寒冷冬季咳痰喘鼻有肺吗？喘咳、气短、干咳、痰黏，你需要注意补肺。一杯水，一粒补肺丸，补肺治疗咳痰喘，养无极牌补肺丸。好，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由你来搞吧。在今天的国庆明亮明点灯准点奉献的体保断杠，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风即成造，就是这么健康。而体保断杠就是广播开心。明天好，明点灯安心老师该锁定光学有道，开心拐喽。而体保，明天再见，拜拜。今天的三个动作，我们锻炼的是什么部位呢，胡教练？今天我们锻炼的主要是核心和下侧，对，下肢大腿后侧。嗯，为什么要特别的加强这块的这个锻炼？因为前两期我们知道我们练的下肢臀部啊、腿部啊，其实核心和我们的一个稳定性也非常重要，核心有力的话呢。